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，中方已多次阐明了严正的立场。我要在此强调，菲方允许美国部署中岛，是配合域外势力助长地区紧张对立、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倒行逆施。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，不需要中岛和对抗。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各国的呼声。 尽早纠正错误的做法，按此前公开承诺，尽快撤走中岛系统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